跟大家分享就是马卡龙，它厚度说如果用5米的话，塞进去是15了。那其实可以不用。我刚跟真明兄钓了一个马卡龙，里面是这个5×5的。然后另外一边是用2米，然后试给大家看啊。这亚克力是3米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是3米的板，这样其实勉强吸力还够了。那如果换作是薄一点的，这吸力就蛮够的，这大概是2米的厚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